主料面粉200克，辅料干酵母、食用油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干酵母加温水滑开，放到面粉里，再加适量水揉成面团，醒翻10分钟，醒好的面团再揉一下，然后擀成面皮，倒入少量食用油，均匀抹开，把面皮朝一个方向卷起，转成剂子，然后揉成面团，压一下，再把面皮擀成圆饼状，锅里热油，油热后把面饼放到饼铛里，双面煎熟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干酵母要拿温水化开，这样能保证面发得起来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